六甜美脸蛋以及高挑身材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她于2003年结婚后，陆续生下三个宝贝孩子。虽然近几年淡出演艺圈，仍不时在网络上与粉丝们互动交流。如今她与老公的婚姻迈入第十个年头，她特别感谢老公这十年来的陪伴，两人互相包容、互相照顾，有问题也会好好商量，令她觉得很感恩。日前，夫妻俩带着一家五口重返当年举办婚礼的马尔蒂夫旅游，关颖为此特别换上十年前穿过的同一件白色罩衫，露出纤细的大长腿，大方秀出傲人的好身材。从对比照中可以看见，她的姣好身材完全没变，就像是在同个时间拍下两张不同的照片一样。网友们纷纷大赞关颖的身材维持得好好，这对比真的太惊人了。Bye.